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呢，给小朋友们带来了三个非常漂亮的粉色 Hello Kitty 鸡蛋哦。好，先拆这个吧。包装上面有非常可爱又漂亮的 Hello Kitty。Hello Kitty 头上戴了一个蝴蝶结，穿了一条红色的裙子。这是一个戚风魔蛋，里面有维生素 C 糖果，里面有神秘礼物，还有魔术道具。哇，可以给小朋友们表演魔术哦，好棒的情绪蛋。这是一颗铁盒包装的奇趣蛋，把包装拆开，打开啦，看里面的魔术道具，还有一包积木，一包糖果，好，全部拆出来。这是一包维生素 C 糖果，一包积木，把积木拆出来，先组装积木吧。看看组装说明，这是一架激光战斗机，这是组装方法。小朋友们，开始组装这架战斗激光机吧。好啦，这架激光战斗机组装好啦。这里呢是激光，还有飞机上面的灯。接下来再给小朋友们表演这个小魔术，把包装拆开吧。这是一个智力扣，看看是怎么玩的呢。这面是玩法，小朋友们看好了，精彩的魔术表演就要开始啦。这是两个单独的智力扣，现在把它们连接在一起吧。哇，很神奇吧，它们已经连接在一起了，现在呢是分不开的，一起数三声，就把它们分开，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，噔噔噔噔！哇，它们分开了，
是不是很有趣很神奇的智力扣呢？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儿，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